仙娜、袁咏仪、张嘉倪、包文婧一行人疑似在澳洲录制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第二季。没想到这次章子怡、仙娜、包文婧三人登上了澳洲的报纸，照片中三人身穿浴袍，都是纯素颜出镜，笑容非常灿烂，状态很不错，大家都是时尚辣妈呀。之前章子怡和仙娜就曾在机场说说笑笑被路人偶遇，两人看起来关系相当不错，不知道这次合作会有什么新精彩呢？萌萌浪新闻，好看的人都在一起玩呀，报道。